哦，一个小阁楼，上面啊，只有我的摄影机可以上去了，哎，好，这有意思哈。这个窗户把它打开一下，亮度才够。嗯哼。没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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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两层楼啊，还有一层吗？没有了，就只有两层楼。我啊，做一个摄影啊，你看到啊，这边啊，应该他们走了，可以往下下，还没有办法下，一下人来太多了。刚以为人太多了，是排队了啊！现在呢，赶快下，赶快下。哦，终于避开人潮，嗯，好，现在到了正殿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坐的再久的话都不觉得累，而且挺舒服的，整个腰真的是个腰很挺起来。而且后背呢，下方不是说很痛。不像现在沙发过一会儿就发胖了。啊，迷你相机啊！人工招得对，我跟人工招不起。你看，招子下去啊，他会坏啊啊啊！
跟走迷宫一样啊嘞嘞嘞。这下子可不妙了，人都跑哪去了？啊，我在讲倒一下哦，我拢走甲迷茫啊，乱掉了。找不到人啊！哎呀，我嘛唔知道，到时候是在倒会集合。哦，他跟着导游，他等一下导。哎呀，导完我。哎，教授啊，个那一边。他解释完，我们就上公车了。哦。上那个。放等一下后面的啊，稍微再等一下。哎，你好。教授，赶快回来集合！我来告诉招队去啊。对，那唯一的停车场这边来，哎，这个方向来。摩尔庄 Eloski 停车场这边。哎，今天蛮热门的啊，这么多人来参观，哇，太热闹了，哎，所以有一点不太理想，人太热闹不理想啊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在这里。嗯，不好，要摄影，对摄影来讲很不方便。嗯，太杂了。好像两个眼睛。对啊，刚刚我们都跑到那边去啊。因为我想跟大家。我们都要去拍这些。嗯。好，继续前进。嗯。教授，阿哥教授。